了解。那你如果真的未来有小孩的话，你想要让他念私立学校？我的小孩当然念公立学校啊，我以前是念公立学校长大的。他凭什么念私立学校？什么都没有念的。补偿小孩的心理心情呢？不行啦，要让他学会做家事、打扫什么之类的。公立学校好，公立学校钱省下，妈妈给你买更多好吃的，对不对？